大家好，我是嘉义关心部新闻行销处长李雅珍，在这边向大家来拜年贺新年。今天呢，我要用什么来跟大家拜年呢？就是我们这个嘉义县政府非常可爱的红包。这只红彤彤的小鸡是不是喜气洋洋呢？更重要的是，小鸡今天生了一颗鸡蛋，要把这颗鸡蛋，也就是整个嘉义献给大家。怎么说呢？大家来看，这里面呢是阿里山，这边是海洋，里面有满满的海鲜，还有这里呢是我们的平原，平原里面有很多的农作物，有哈密瓜，有橘子，还有小番茄。更重要的是什么呢？看，这个呢是5元，5块钱的意思就是5元，打给拢5元的意思。那雅珍呢？今天呢，雅珍就用这一只喜气的小鸡红包来祝大家新年快乐，心想事成，还有空的时候来家行行哦。